还是到这一次保护了，好球、哎呦漂亮，你看第二三头啊，各个人头上分别哇看他整个的进攻，我们的进攻面太窄了，好球，这个反击打得非常快，又到篮底了，哎呦直接传篮下，哎呦这球干扰球吗？干扰球，超越上一场44+18这样的数据，自己再抢回来30分，再打约翰逊那个点篮下完全漏掉、哦张大宇回来了啊，篮下漏掉了王庆明的，在本赛季双方第二次交手当中。